因电影《志气》获得金马新人奖肯定的女星郭书瑶，也让知名饮用水品牌看上她那股正能量，邀请她担任最新代言人。喝水要健康，三减力只要平衡。现场也请到拔河队冠军示范，重温戏中的画面。渐渐的，这个冠军像在这边哦，越来越往这边走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冠军出现了，获胜。对于这个品牌，瑶瑶可说相当熟悉。爱美的她，平常可是靠多吸收水补充养分。在热舞社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很喜欢运动，热舞社的时候，我每次买水都是买他们家的。所以从这其实喝了蛮久的，最少也有七年以上。那与大学生的没固定班底，金阳越爱越高调的他，感情方面应该也有不少滋润吧。说起恋情，他则哈哈大笑，表示一切都很顺利。对，也是一种一切都很顺，跟工作一样顺利。瑶瑶近来主要忙着戏剧拍摄，才刚杀青电视剧《征婚启事》，接下来新作也会陆续推出。与小男友金阳那么稳定，有想过一同合作拍戏吗？不排斥啊，我很欢迎大家来找我们一起演戏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